伤感吗？就跟以前我们台北的万华一样，万华以前蛮港，蛮港也是伤感嘛。嗯。大道城那边都是啊。靠河嘛。这是惠安古城里面呢。呀妈，你看到台北的九份那边，也都是外国人，也都是韩国人、日本人。韩国、日本现在是陆客，现在陆客减少很多了。这个坐姿就对了，就坐这样坐。我昨天是第一次坐，我长那么大。哇塞，那叫长，都自己吃的。来，阿姐往前面，你不要在这边用。爱买。